VTEX 防水休闲鞋是日常休闲户外旅行的好伙伴，轻量、透气、排汗，完全防水，不仅仅是防泼水，高机能特性能自在享受旅行每一刻，而且外形简约，好搭配哦。右手的星巴克卡，这是之前就有了。对，妈妈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送我的一张。啊？那你没有出去吗？有吗？哎，我请你们。谢谢，清水寺的麻衣子さん。真的好，很好看。我想看里面上次存了多少钱，但已经两年前的。好像有1700吗？那不够哦。哎，你要买什么？请问？这边的小杯，真的超级小。这样。对呀、啊。真的。维尼小杯。嗯。维尼杯。一大杯。一大杯。其实还不错啦，我觉得这个空间要抢一下，对，抢位置。是一间很特别的星巴克，对，算日本那种比较老一点的房子都是长这样子，对，你像江户时代的房子的样子，江户时代，王亮桑他请我喝了一杯咖啡，对，因为他妈妈要给他一张那个京都的星巴克卡，那我们现在找个地方喝个咖啡，好啊。全新篇章将每周连载三组主持人们旅游的轨迹，分别是大阪花路篇、千年京都篇以及泰阁励志篇，请好好享受全新单元《周刊少年 Radio 关西喜》。你好，为什么？一点点葵花，すごい。どうした？なんで？前まで台湾のお客さんすごい多かったんですけど。但是因为之前的很多台湾的观光客。非常喜欢。非常喜欢。台湾在哪里？台北。啊，台北，我知道。すごい、真的很好哎。真的花眼，你在放什么？我在拍美照啊。我去围观。好美，你觉得怎么样？哈哈哈哈哈哈！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的夜间参拜，没错。两位有夜间参拜的经验吗？没有。光是入口灯打在这种神社的建筑上，就已经非常有 feel 了，对，感觉已经来了。很好奇它的那个夜间会怎么样呈现在我们眼前。你们真的蛮幸运的，后面这张海报就是说它从10月22号开始，刚好就可以来一个夜间参拜。哇塞，真的刚刚好哎。我那天光，我那天什么？
真的是很漂亮啊，看起来。妮妮什么台湾人比较常认识她的地方，就是在差不多战国无双第三关开始就可以选妮妮什么。哦，它是有一点像是库诺伊基忍者的感觉。库诺伊基这样讲，我就突然间知道有感觉。我们台湾人都是用电动学历史，我觉得泰格励志传或者是动漫，对，性长的野望动作片，动作片就是武打，啊，对啊，动作历史。我看你们什么，有时候已经知道太多了，现在感觉得很快。会谈一些恋爱，就是打一打就会谈恋爱，对，会谈恋爱。第一次的夜间参拜充满了期待，我们就去体验一下。那我们刚刚说要找地方喝咖啡，看择其不如撞其，哎呀，这个这里要喝了。哦，这个跟那个跟宝生路的好像，哎，不一样，比较小，请介绍。我的希望在日本的时候最爱的ほうじ茶ティーラテ，ほうじ茶ティーラテ，对，焙茶的拿铁，焙茶。我的是抹抹茶。抹茶，抹茶，哦，抹茶的，对，抹茶拿铁。其实很多细节都不一样啊。对呀，我也感觉是在宝生路买的。我收回我刚那句话。光看这个口，这个口就比台湾的大，有点大哎，对不对？三倍，懂不懂啊？你看自己有日文哦。有日文哦。嗯，哦，我觉得这个抹茶不太一样。不知道是我错觉还是怎么样，那其实现在晚上时间已经开始有点变冷，对，所以喝个热饮其实蛮舒服的，很舒服。你们就是最好的时间喝，对，其实中午还有点热，可是这可能山里面的关系，靠山，五点过后真的就有点凉意。你这样会不会冷？有一点，有一点冷，来喝。好，我以为要什么？对，我以为对，会冷吗？哎，有一点，赶快喝。跟泰山不太一样。泰山是等一下进去寺庙就会说把那风关掉，然后我们说报告泰山那个是自然风，不管关掉。这边也有很多签呢，要不要抽再抽一个？你看刚刚的梦魇让我觉得说他这边绑了这么多，是不是这边也很狠？我觉得有可能哦，因为可能就是那个清水寺刚开放，绑的那个还没有到那么多，这应该已经累积很多，不然的话我们重新开个场，我们再来这边抽个签吧。很久没抽过，对，可以。我刚刚在清水寺抽签，对不对？那个欧巴桑，因为他是那边专业，在那个他看到我的号码，他就24号。还有摇头，有啊，觉得我真的假的？昨天明明抽到一号大吉的梦者，今天看来清水寺的法力，我是觉得抽完一次不要再抽第二次，见好就收。其实我们这几天内每一天在收钱。就像你介绍，台湾观光客最喜欢抽签，真的最爱抽签。对啊，我记得有30几个护身符 ，A 赏啊什么的。对 ，Seven 的是啊，真实一番赏，寺庙一番赏。然后都很像是什么电视节目每天播的，今天的射手座运气一样，每一天抽。玛利亚现在讲的好像说，好新鲜的。那昨天是一个赌徒的生日，他去抽签，一打开不是大吉，再抽一张。老娘钱多。抽到好为止。张短带，好了，那我们就进行我的第一次夜间参拜。嗨，今天好。有人家的感觉。你说谁的家这样吗？哦，好耶，很漂亮哦。哎，欸，真的，红，红了，红了。对呀，啊，已经开始红了。哇，好美耶！第一排古装剧。哎，对。不错，你带给。很神秘。嗯，这是在这种地方穿梭。小丽群在这里开过吧？
哎，木村在这里拍过啊。哎，真的那边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的会出色。很红哎。好幸运哦！这里有光，这里有光。对，自己找光。拍得出来吗？你看那个是真的吗？那是假的吗？我靠！哇，那是真的啊！好大哦！哇！那什么？哇！慢点，慢点，慢点！他又不是来打你的，对啊，又不是来攻击你们。那个惊吓程度好像是恐龙出现那种，不是在以为是贼。Jurassic Park。哇，是他哦！他是活的吗？哎，完全不动哎。有 QR code 可以扫进去，原本还蛮漂亮的，已经锈掉了，现在变成这样了。周涵，周涵变一把琴了。三位仙女，呵呵呵，忘记拿了。意思吗？还是这个是意思？忘记了，艺术，对艺术。大哥刚刚说，他一进去出来，就突然想起来他来过这里。对，我来过这里，那个很有印象。就是那个木头是非常古老，然后里面的那个几尊，他是在供奉几位法师的。对对，好熟。刚刚的想起来的一瞬间，真的有来过，很兴奋。前面还兴奋呢，还没有了。刚刚一路的，哇，好漂亮。晚上真的惨，真的不太一样。他刚那个投影让我觉得很赞的是，他在地上都有排那个会亮的点，嗯，种在土里很认真。对对对，应该是排列的灯。哇，日本人搞这套真的是没话讲，很认真，真的很棒。而且看到了稍微红的红叶，还蛮 lucky 的。今年可以捡到一个红色的，或者你捡一下。哥哥在长的时候，然后我掩护你。我在赏风，我掩护你。红雕哦，我也遇过什么？这是光哎，我以为是灯哎。对啊。大哥，你是在滑手机？他没有在拍。
喂，好，可以进去，是可以进去的。对，是可以的。我以为东西怎么在里面？欢迎大哥 Q 的一起见面 ，Say Go Come On， 耶！耶！有拍到选部人吗？好像没有拍到选部人，那边都没画面。决定明天想要去蓝山，所以呢，我现在要去买从龟冈到蓝山的车票这样子。但是问题来了，现在才要去买，我不知道买不买得到，买得到这个行程就完美了，买不到，就如同板翔说的，我不要压力，我是来当旅客的，但是是这样吗？在 JR 的绿色窗口，
非常快乐。我觉得达到无比崇高的任务，因为我买到票了。想不到在前一天还可以买到票，我现在的内心我觉得比吃饭还要开心，因为真的觉得如果这么庞大的一个企划来到这里没有拍到让大家觉得非常漂亮值得或珍贵的画面，我会觉得蛮失落的，也会觉得蛮愧对大家的。非常期待明天的小火车会给大家一个新的体验，期待咯，好开心哦，有票了，好棒，辛苦啦大家。你想肉食的话，那要烤好，就是把它包着饭吃。嗯，多一些。今天也要东西，有这么好？今天又要东西，真的每天吃东西。东东东东西东西后背。哈哈哈！怎么全台湾人都很想？哥如果打完这场仗，身上的 T 恤完全没有脏，真的很神。他烤所有人的烤肉，然后穿一件白T，传说下传说，可以吗？可以吗？我是外肉，肉加起来，好。我们接下来半小时就够了。对，真的，我帮你烤。怎么看着你烤？我试看看。我看着你烤。A few moments later， 烤汤。前面都撑着。看到有味了。都吓到，到底多爱这个调味料的？主任才睡两小时，对，那个日本的 follow 可以灌进来，没错。反正刚刚去那种两间超级大的神社，力量很强，太兴奋，一直在回忆之前来太多次，又熟悉又陌生的那种感觉。谢谢大哥。然后我们刚晚餐完，现在是最后吃这个老板提供的甜点。等一下应该要替哥安排一个便利商店精致的行程。来日本就是要去便利商店嘛，对不对？他们刚才笑，因为达哥很感谢做影片，然后那边一直在拍。然后做的是静静的，感觉不太好。代表我有入境吗？有，可是我让你入境。哎，对。我想说，在这边就不会入境，全部都有。那我们明天想要去一个山南，这个东西南北西北方。但是蓝山我那一块我没去，你没去过？对，哦，太好了。所以帮我进入一个新开发的地点。对哥的这个满满的怀旧的这个情绪，结合新的记忆。因为我老实说，其实京都我真的是常待一个月啊，可能都不一定 run 得完。是，它实在太大了。你去调查才发现，京都的东西南北都有东西玩。明天大家去坐一下那个小火车 ，OK 吗？普通朋友，刚普通朋友很努力也是把列车的票，明天的票升出来，而且他很得意的说这个位置是最强的。对。大家辛苦了，小张嘞，期待明天。啊，红豆豆，这个豆啊，这很屌，居然会有翻，然后就直接吃这样子，而且。
知道福布拉是什么？马肉。Yes。你怎么知道？因为它有血。靠呀！怎么会有贩卖机会卖这种东西？日本人怎么会这样想？日本人奇怪的是吧？看很多日本 YouTuber 才会拍一些奇奇怪怪的贩卖机的。对对对对。来看啊。然后嘞，我们要选出一位我们团队没有吃过马肉的人来抽签吃这个。哦，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哦，好冰哦！这个，这个是马肉的酱，然后这个是马肉牛司鸡。我们抽出一位幸运儿，明天可以吃到玛丽亚亲手替他做的早餐。你们猜拳吗？慢慢吓死，慢慢你不要怕，猜拳不要输就好了，没事。然后明天去的地方方便上厕所。没事没事，剪刀石头布。哎哎哎，那我再一次。好，哎对，不算不算不算，石头布。哎呀，瑶要吃啦！哪一集？一集一集？有没有吃过？啊？怎么样？在骗啊？前面那个在骗啊？讲嘛！对呀。啊，没有想到是这种结局。明天早上见喽。好。おやすみなさい。おやすみなさい。跟我回饭店了。你帮我锅水加热好不好？锅水加热。结果你等一下，你的水都不足，交给别人。你怎么会说你帮我锅水加热？你过去一转头说你帮我锅水加热，好不好？没有怕，你要不想吃我做的。应该这个问题不是谁做的，能不能吃的问题。不是我做一打做一样，这个下面的要锅水加热，然后还教还教教个屁。真的好吗？太好了，我不信。这是日本，我是不是这是？我是。我跟你讲，刚在过来的路程中，哥在车上把初恋最后一集看。我选择在这个时候把最后一集看。在日本看特别有 feel， 很有感动万分。在大家全部都睡着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拿手机把最后一集看完。默默留下来两道样子，很行清泪。佐藤健的头发是怎么可以那么乱又那么帅？脸的问题啊！而且你不觉得他有一个安排很神吗？他有他不他有七十八个安排都蛮神。放一个书签在他的那里。我们抵达了神社，传说中玛利亚他们去了十一家神社。玛利亚三，我帮你们集到了第十二间踩点。鸟居啊，海上鸟居。海上，哇！我们现在带着青蛙仔到了这个地方，厉害了，这叫做香根神社。这算是一个湖吗？这湖叫芦之湖。芦之湖。其实你在这个芦之湖上面很漂亮。我们后面这个看到什么？就是海上鸟居。鸟居。鳥居很有名的。大家都排队在拍照，在拍照。你没有背脚本，也没有蕊脚本，所以这么了解这个地方，该不会你来过吧？我来过。我刚刚看到以后，我才知道我来过。我原来我来过。这根本就初恋的梗，初恋的梗，什么意思？是，没有看还是跟上了？你这满岛光了。满岛光是什么东西？我回台湾再给你解释。真的。那我们现在过去体验一下这个，一定要来这里拍照打卡这个魅力，我们就看一下。去排队，好不好？
这是你今年的第一天。对。先叫你把这放在车。哦。怎么了？是小姐。讲到一个成就觉得不错。说成功没有捷径，偶尔跌倒也没关系。重要的不是绝对小心不跌倒，而是就算跌倒了，也绝对可以再次要起的决心。好像故意。好像我。很准哎。那份的愿望只要持续努力，一定会实现。啊，真假的？我一直在持续努力了很久。算蛮不错的。紧张。他说你要小心，在你意料不到的地方，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小小的状况的，这样讲。意料不到。意料的。他跟你说，你绝对不能沉溺在色情上。我没有啊。去色色。去色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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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抽？他抽到色情。你要解解圈。色即是空。他昨天才去色情，今天就是叫不要色情。不要沉溺于色情。不要沉溺于色情。你知道有一个梗图啊，就是在大理啊，说不可以色情。正常是这个大小。差不多。真假的啊。哦，那如果说是稍微大一点，应该是这样。哦，可是台哥这样很暗。对对对对。还是大一点好。可以了，幽默。这样。我刚没有看到单人，漂亮，漂亮。哎、欸，好厉害啊！对啊，你看你的，你单人的好累哦。累。没有啦，好棒。好像我有件事要跟你说。不用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本次旅游的移动过程由计划旅游赞助。计划旅游不仅在东京、大阪、北海道等各大城市可以提供私人包车服务，甚至东北、北陆四国等都能安排，并且到了当地人也不用担心语言不通的问题，一路上都有专业的中文司机陪伴，甚至行程中司机也会热心的协助你寻找餐厅、帮你拍照，并且耐心又热心的陪伴你整个旅程。而且就算是后勤也不需要担心，台湾专员线上及时专业询问回复，协助规划客制行程、确认住宿资料等。近期日本国境大开，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时间。如果观众有空来到日本旅游，一定要试试看计划旅游的包车服务，绝对不会失望。OK， 海拔有点高，我都念不完，缺氧。咱们就坐海盗船了。海底坐海盗船，我坐过，觉得什么感觉、啊？没感觉。那陪你们出来走走，有人要陪你，是陪我。对，出来走走，其实自己也高兴，但是我想去一些我没去过的。你没去过的地方，对不对？对啊，比如说像秋叶原那种地方。不不不，那还是来这。我们现在准备要去搭海盗船了，对吗？给大家看一下海盗船，在身后。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搭这艘。我以为是六福村海盗船，就是没有办法想象，就是那个心中的海盗船跟这一艘看到的海盗船完全是不同感觉。就算了，我进来的那一刹那，笑得超开心，心情会不自觉很愉悦。你有吗？有。有啊。你就觉得天啊，怎么很像来到一个 Disneyland 的感觉？可能会有人穿着华丽的服装，然后唱着 Hello everyone， 是剧场的感觉。对。好冷，哇！我觉得是很生哦。哇！自己上一下，这有什么意思？这样不错，人家跟我买。哇！哎，很强哎。
到了桃园台港，所以刚那个船到了这边，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去做功德了。现在要去吃这个长寿蛋，吃过吗？我吃过，那黑的蛋，听说吃一颗可以延年七年。七年啊？对，我吃上次吃了七颗，延了49天。49天。你讲什么？我把那个特跟那个呢搞混了，把它这边劈掉。然后不要，以后不要站中间很难劈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吗？所以先打完就完了，就没什么意思。先等一下，你吃过七颗，你57岁，延了49年，你就没有他四十九年，他中间有给了你30年。他是给我的，一个活9年，一个活7年，因为我才37，岁夭折，一个七岁夭折。呸！哎，桃园台港要开车了，快走。阿良。哇，分线了，怎么办？分线了。我这次不能拍照，你开玩笑。那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冰啊，吃进去你的身体，然后你体内温度降低之后，跟外面一样热，所以你就变得比较不冷。科学根据，有道理。好吃到炸掉的冰哎！好吃，超级无敌爆好吃。他是我卖福音战士的欧米亚给。对啊，我想去买，他是。放着你口渴吗？口渴。哇，太渴了。哇，这太淡了吧。来，双梦者一个这个。哇，这我可不会吃耶。你舍不得吃啊？对啊。没有想到这个耶，福音战士竟然在桃园乡、桃园台站那边合作。你桃园大爷的桃园。嗯。其实这缆车多久？大概3小时。30分钟哦，他不关门，他是不关门的。最后会关啦，没有在骗他啦。受不了，大家注意啦。我的强度承受不了30分钟哎，没有缆车再坐1分钟的啦。没有，你好歹15分钟嘛。要不是高空弹跳。妈，公公弹跳1分钟可以。哎，我好喜欢吃热狗。哎，我应该去参加热狗比赛。小林尊，我可能可以吃10罐。只吃十根，你连样都干不掉，你还想去参加比赛？比赛至少是100根以上的。这有什么好怕的？你不要再动了。你不要站起来，真的没事，不要站起来。今天这样缆车弄完，吃完蛋，香港行程算结束了。对啊，你今天可以比昨天更早睡了。4点睡，昨天他是5点睡，今天4点睡，今天3点睡，昨天6点，六点。其实没有那么可怕的。不可怕是？不是这样说。我可以啊，你想睡觉了？前面已经看不到了。对，那绳子不见了。哟，看，没绳了，没绳子了，没绳子，但没有绳子了。哟，哇塞，哇，杨梅，人家来这边都蓝天白云，我们来这边进入那个魔物也是蛮酷的。哎，我跟你们说，如果等一下要发生神隐少女，就是这个时候。刚刚出去是木栅，你会不会吓死？
会不会啊，就那就回家了，就回家了。我挡不到你哦、喔，真的，你没有踮脚吗？没有啊。那是米酒吗？对的，米做的，已经没有酒了，因为它煮成这样，酒精就没了。真的吗？对。海哥超爱这个，真的，像那种什么甜酒酿热，对对对对，甜酒酿的那种，那像热的，没有什么酒味。海哥喜欢的东西总跟我过世的那天很像，但是蛮好喝的，好喝好喝，甜甜的。Let's go， 甜甜的味道哎，它有种香味在里面哎，是什么香味？还有个干酒，完了酒酿汤圆的感觉吗？对，可是又比酒酿汤圆再多了一个，好像花香还是什么的味道。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喝，我是觉得很像加姜味的那种酒。你知道我人生吃的东西真的不多，就是我一喝下去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用徒步搜寻说我现在到底是什么感觉。娘，你去哪儿喂？娘，不好意思，只要可以给我一点。空洞的搜寻一下，这是什么呢？下来，哦，对对，大葱骨，是蛹吗？我以为是蛹。冬葱咯，我们冬葱啊。有或葱都可以哦。这边就是吃蛋的地方，其实对面不知道是哪一边，就是富士山这边。我们现在整个云山雾罩的，根本看不清楚到底哪里是哪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去吃蛋，延年益寿蛋就在前面。那我们就喝的这叫干酒，干酒阿妈在给，太甜了，不行。不要是什么？要蛋？我的是巧克力牛奶。我去，两边你就泡着就对了，那个就泡着。我们去吃蛋喽，好不好？延年益寿的蛋，这个。你来，一人五个。你投资的哪哪年？哪年呢 ？MA 九九，七颗，连寿七年。每人一包哦。对，每人一包。哈哈哈哈哈！等下，年35年嘞，一颗七年，一颗七年，对，都交给你们35年的寿命。问你。好，正准备要吃，还没吃到。看，这就普通的紫薯蛋，国际什么的，这个微细啊。它怎么变黑的？对啊，为什么？它因为铁分的关系，里面有铁。然后它那个蛋上面有那个毛细孔，它就附在那个上面。80度温的时候。哎，这蛋真的蛮美的，你看一下。你看，黑蛋。长寿的，谢谢。祝你长命百岁，谢谢。有了，拜拜。是不是？哎，拜也有，没有吃不下，我是想分岁数给你。安德烈，谢谢。还有谁没有？有的，送你一个。感谢你。五岁的蛋。五岁的蛋。他复原八岁。可以的，我要。你该不会加点蛋吧？吹一下。其实也没有到甜甜的，它的蛋本身，水煮蛋就是这个味道。是吗？对。你要眼一边，眼睛要这样遮住啊。可是你要不要笑一下？看不好看呢。笑个屁！笑什么笑？哎，这样，哭热哭。配小眼袋。哎，我早上已经吃大概3颗蛋，现在吃3颗。我不是故事，不是跟你讲过很多次吗？我看那个日本电视冠军，那个蛋博士说人一天吃100颗。
但不是现在人了。后来那个人走是没有关系，可是他走了，就哎呦，后来他走了。那个人没走，赤坂跟那个人是谁，你知道吗？谁？就是日本著名的大胃王女王赤坂跟。你可以吃一个那个吗？黑咖喱。来人呐，弄两个黑咖喱面包来，我跟达哥吃一下。那个热狗，还有热狗。我要黑咖喱面包。用 both of them。これ七十二十八です。これで、你九还是才五十几岁，还不行，还再差两颗，至少要吃到六十几才能走。还有可以给吃蛋吗？可以。对啊。对吧？谢谢台哥。可以。有。台长，我排完了。那你吃掉。好。哪里蛋哦？放进来。哪里蛋哦？我已经吃一个了。海哥你不是要当小林尊？咖喱面包，什么意思？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咖喱面包？咖喱面包吗？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工作人员全部就是待会我们录完以后一人吃一个，真的很好吃。很久没有吃到是飓风葡萄之后。好吃，那这边是你的。比赛，比赛，哎，小林尊来。现在来到这个雕刻知识点，那边。还是。现在来到。看到雕刻师森林。哎，你这样子戴个毛帽，跟真的有点像 OZ 耶，这个链子。哦，哇！现在我们来到那个，你知道美术馆 ，OZ 的日文发音是 OG， 就是 OG 家。OG 家。OG 家。那我们就进去里面体验一下。看一下。刚一直看，真的发现这个设计很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真的是雕刻之森呢、啊，这算是这个哪里？这是应该算是香根啊，香根，香根强还算香根嘛？强罗附近，强罗附近，香根强罗附近。哇，这个美术馆真厉害，包含室外的跟室内的，这就是叫做装置艺术，那个每个都不一样。小时候其实都不太懂美术馆啊、博物馆啊、动物园啊，就是校外教学来这些地方到底要干嘛。但我发现长大之后，就是对于这些东西比较有了解之后，会觉得来这里很赞哎。真的有了解吗？没有了解，但是我今天就是要来了解，就是我长大之后觉得看这些东西是原来是有意义，然后生什么？生不出。话了，来给你吧，你拿着吧，你拿着吧，你好好讲。问你。问你耶，我觉得还没哇，荷包蛋，对不起，可以上去。那，嗨，わかりました。马上脱。哇，你看这很小一只，你知道吗？我们可以一起躺在这里吗？可以啊。干嘛？再坐上去一点点。哦。把手放下来。好奇怪啊！欢迎各位温泉蛋们来找找你们的同伴打卡，然后上传就会。我去按赞，我就会去按赞，好像很弱。
来帮你记录，你看欣赏艺术品的样子。我是蛮喜欢艺术品，可是我看什么也就是看一看，我对什么事情都不喜欢拥有。叫做躲猫猫。这边看到。来，我现在来帮大家去看刚刚在外面的那只猫，而且一定要走到这上面去，才会看清楚那只猫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他们要么就是怕高，要么就是怕累，不然为什么要把这个机器交给我？哎呦，台哥也在这，哈哈，我上来了。就是后面这只猫，它躲起来了。就这，哎呀。哎，我们刚刚那个结束了美术馆，他最后的那个皮卡索馆呢，是非常不能拍摄，所以我们就各自去看。我刚看了皮先生的这个作品之后呢，我对我自己更有信心。怎么说？我是不是有画过一幅画叫《鬼修女》？我觉得我画的不错。天马行空的想象跟缤纷多彩的这种运用，这个就是一个古典文学创作最好的导师。这个旅程呢，是为了要让台哥疗愈他的疲劳，因为台哥之前太累，所以我们选了一间呢，房间就有温泉的饭店。那今天托台哥的福，那就是在座的这个六位陪台哥一起住。谢谢台哥，所以我们六个人都挤进台哥的房间，要跟他一起睡。六人住一起，因为我们要让台哥恢复疲劳。时尚玩家的吃法吗？不用。我好像在看一个什么比赛，等下我有一个战斧牛比赛。一碗白开水。2号参赛者，3号参赛者，4号的还在路上。超大份的。这感觉也不是一个人的份啊。在我们这边，很清淡的鱼。这家店嘛，对不对？除了听说很好吃以外，听说老板娘是艺人等级的美貌，然后有人拍一个她的介绍影片在网络上1000万。我先去看一下日本人拍摄，你要先打个招呼，我先去看一下。不能慢的歌声。就是今天的行程蛮舒服的，节奏很好，对，不像那个在外景的感觉，很像真的出来玩的感觉。跟大叔。跟大叔，大哥哥，大哥哥，对。这间店是我刚跟两位讲的传说中的饼，听说东西很不错，老板非常漂亮，而且呢，这老板有多好，你看。撮合のためオーブンも少し遅れます。为了我们少し遅れます。怎么那么好？你看，这个就是实力的展现。哇！木老板都换 IG 的是吧？都是肉，还是换了 LINE 了？米線の IG です。米線の IG です。米線の IG です。那来者。老板的 IG 可见呢？啊，米線です。我看名称秋妈的完全没办法想象有美女老板，因为是武士的，对，就是那个台哥的头的意思。秋妈的，对，秋妈的奥法记。我们现在就看一下，我们在那边等你，你们是再出来跟我们讲有美女店吗？
而且是那种亚洲美女的那种感觉，眼睛很大。你们两个，你还说我是全台湾最好的制作人。不太会用日文讲，所以要靠玛利亚。还有你们说，还有你们说。びっくりした。この人は台湾ですごい有名な番組を作ってるすごい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やっと今日の第一餐です。对，今天的正式的第一餐是拉面。おすすめお願いします。おすすめはラーメンと卵焼き飯が一番出るのは塩だ。塩が一番有味的。非常好吃。可以可以，我听得懂这个。对，吃的可以。他要不要吃塩？好，我要吃塩。塩と卵焼き飯。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そうだね。对呀。友達。友達。友達。何ラーメンにしますか？哪一个？塩か醤油か。おすすめは？おすすめ塩。私は醤油。で、じゃあ味噌。味噌ね。味噌。味噌。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なんでラーメン屋さんやろうと思ったの？新しいことに挑戦したくて自分でやってみようと思いました。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の？ラーメン好きです。2年前、3年前ぐらい。3年前、はいはい、めっちゃ最近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ですね、就職しててお仕事してたんですけど、はい、辞めて自分で、はい、やり始めました。素晴らしい。ありがとう。ラーメン屋さんやるってあ、あまりないですね。はい、逆に女性でラーメン屋さんってのはあまりないんでいいかなと思って。でもずっとなんかこういう熱い厨房にいたりするの大変じゃないですか。暑いです。なんかお化粧してもなんか取れちゃいます。そう、すぐ崩れちゃいます。夏はもう汗かきながらやってます。ちょっと楽しいですよ、やっぱ。はい。听说他原本的梦想是很想要在海外开拉面店，可是因为过来也没有开到。真的吗？怎么都开店的？そうです、本当です。それで、台湾は海外の場所に入ります。あ、台湾もぜひ、はい、やりたいです。来年、スペインの方で、はい、ちょっと予定があって。なんでスペイン？スペインが私が個人的にヨーロッパに出たくて。あ、そうなんだ。朝は8時ぐらいに起きます。早い。早い。まず焼き飯ができました。わあ、焼き飯。はい。嬉しい。すごい。どれがその中に入ってるんですか？めちゃくちゃ卵。すごい。調味料。它是只有蛋跟饭，没有叉烧那种。它是先原味汁，然后再加这个这个吗？对，这个跟好。めっちゃ美味しい。没有吃过的那种炒饭。它跟我们认知的炒饭很不一样，它有一个湿润感，然后蛋的香味很香，原香。它每一口都有蛋泥，对，蛋加的非常大，很好吃。加酱油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对。我觉得加酱油之后有一个甜味被带出来，然后蛋的甜味更香。醤油酱油です。ありがとう。台湾語でなし。谢谢啊，谢谢。行走。这个酱也很好吃，有点像醋的感觉。对，有一点像醋，然后又上口，然后完全不一样的味道。これが味噌です。有点香油的味道，很香油。它的味噌蛮有层次的，真的。我这样吃起来，觉得有四层，有四层浓。真的 ？Really？ 这么脆？真的有四层，用 sugar 浓缩。
汤很清澈哎，真的味噌很酷，就是刚刚闻起来很像 cheese 的味道，然后不会错。他是偷了四个。面食那个汤汁很好吃哎，就它的盐味是有带一点点香气的。然后是单喝汤，你会觉得有点像是在喝淡一点的鸡汤，但是盐巴的味道重一点点，可是又不到说一般吃咸会觉得哦，很只有一个味道。我刚都在吃，没有在管了。我刚刚看你也觉得哎，跟平常不一样，然后问你。他说他的面是比较低卡，然后女生也会很开心的。蒸六粉，不是在讲中文吗？就中文吗？你在讲中文吧？蒸六粉，蒸六粉，所以北京烤鸭炒饭好吃，蒸六粉。台湾就是全麦面哦，日文发音怎么念？蒸六粉，蒸六粉，难得来的嘛，对不对？然后他长得很漂亮，对不对？对我们这么好，对这么好吃，对不对？怎么可能问他有没有看到他有一些有没有？台湾で YouTube の番組を見てて、台湾ではポップ、なんかぜひそれに参加してほしいなって、どうでしょうか？嬉しい。これは握手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です。炒饭有一种那种直接班炒饭的感觉，我当不了，但是好吃哎。我可以吃它，每一天都吃这个当晚餐，就一个月。一个月，嗯，还需要地瓜叶吗？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情况是这样：导游历35年，可以说是导游界老兵，中德护照不见了，中德护照不见了，不可能不见，就没有地方会不见了。你座位是看到的哦，机场。那今天从一般人的身份旅游，所以他不小心把护照弄不见了。找到了啦哟！其实从刚刚到现在，我是也在了。耶！我们来到了那个观光客一定要来的第一线，富丽国桥。第一次来的，日本人也是第一次来。跟观众讲一下，因为我们拍摄露脸最好表情比较丰富，让大家开心。但是这种人多的地方，大家一定要小心，保护自己的健康，我们一定要戴口罩。那到那边大家开开心心拍完照，对不对？其实这些小店呢，我觉得两位小姐应该觉得还好，没什么好逛。所以等一下我带你们两个去吃一个夫妻善哉，很有名的那个红豆汤，没有关系。然后他们是一份两个人一起吃，吃了之后感情就会特别好。废话不多说，前往夫妻善哉，行了。
夜桃啦！还要喝一个。すごい。すごい。え、你都没来过。我没来过。好感动。完全没来过。都带一些很厉害的店嘞。哇。他这个夫妻善哉本来是一份，他有两碗红豆汤，然后附了一个我记得咸咸的昆布，是一个人吃的。可是后来可能是因为那个电影影响之下，变成是因为他有两碗，所以就两个人一起吃，所以情侣或是夫妻吃了之后感情会变得越来越好，很甜蜜。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吃，你们两个会感情越来越好。什么是豆腐豆腐？只能吃一半，赶紧开美食。是豆腐豆腐吗？哎，这个没关系。好，现在我们要做一件事，是那个，对，我想给地主一个功课。我现在请地主打给他的一个日本朋友，然后问那个日本朋友说，我们现在来关系拍摄，哪一家店你觉得值得推荐我们去吃？请他打给两位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来投票决定是哪一家。哦，选一家而已。对，好。所以我最初に我在 AKB 的时候很照顾的一个 AKB 的前队长。前队长。他叫横山由依ちゃん。その子は京都出身なので、ダンディーレン。他跟你的感情どうですか？很好です。就是大家都还不红的时候，很常住在他家，然后一起练舞蹈什么的。所以你们那时候大家一起奋斗的感觉，革命情感，对，有有。もしもし、横山。スピーカーにしてもいいですか？大家好，横山由依です。哇！関西人の横浜におすすめのお店を教えてほしいなって思って。大阪やったら万寮っていう焼肉屋さんがあって。おお、万寮。結構いろんな店舗が多分あると思うんだけど。焼肉屋さん？そう、焼肉屋さんすごい美味しい。へえ。なんかちなみに京都。え、京都だとカモカモっていうカモ好き。カモ好き？食べたい。あ、ちなみに質問なんですけど、万寮って高いですか？なんかそんなにめっちゃ高いっていうお店じゃなくて、なんかたくさん食べれる感じのお店っていうか。よかっ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バイバイ。从玛丽亚可以这么流畅的跟一个日本人讲电话，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真的是一个日本人。今更？现在？其实我刚刚听到那个鴨好き，鴨的好き，好き焼き。哎，可是在京都，没吃过，所以很期待。京都的，对，很想吃那个鴨好き。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要问，在这之前呢，我先让你们吃一个甜点，然后我们边吃边打电话。好啊。哎呀，真的有昆布哎！因为它很甜，它用那个来中和。可爱的，非常好吃。哎，我觉得这边很奇妙的是，它是拿筷子吃。一般来说，红豆汤都会用汤匙，它就卡在这，直接下不去。哦，可是所以我每次之前叫客人来这里介绍他们来吃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一定要慢慢吃哦，不然卡掉哎。你不要自己在后面偷录一个 YouTube 频道，我们明明就是同一个。有时候是一块那种，这是方形的，对，所以大家都这样用筷子。哦，谢谢。它的甜度刚刚好哎。但它不是烂的那种，它是真的是属于软，但是不是烂。它这本身其实有点咸味。所以咸甜咸甜的，你们都是热的，但其实还有冰的，对，它这边是冰的，它冰的话会更 Q， 很神奇的味道，我会信，而且它很容易就吃完哎，可以多放几颗吗？对，我看完也是一碗，可以吗？可以多放几颗吗？它一碗就是一颗，它真的想，你可以多喝几碗，我可以，我告诉你，它只换一片，是我们一起吃一片的意思吗？不要一起这样，没有，我是一人一片，我真的蛮想吃一人一片。可是爷爷说已经吃了，我真的没有，很难咬断，对不对？有吗？你吃。它其实是可以放到汤里面去，让汤的甜度再去混合一些。那他们下一碗就可以。对，他们可以这样做，会有不同的变化。我想机会难得，
央你长进拍什么戏？拍，来来来，像你跟我吃的感情注定是会变很好。我们这是冰的，我们是冰的，比较爽的。哎呦，这一碗真的是一口就可以结束。这个我有信心，央央可以吃五十，对啊，会吃不完。这一口就可以结束。所以一般有跟姚吃吗？没有，不够。你们两对好做，那姚哥跟阿忠呢？我们还对拍，开心了，我们还对拍，对对拍，感觉感情有变好吗？有，我觉得有了，一瞬间就变好了。后面五位，哥选择不回答。后面五位，刚刚讲还有第二位，第二位是也是关系的朋友，也是 AKB 的前辈，我的老家那边的人，所以从小就一起去工作，然后一起回来，所以感觉很好，每一天见面的。这么感觉那么好？对，長尾玛利亚ちゃんです。長尾玛利亚。玛利亚呀。所以我是玛利亚，然后他是玛利亚，名字很像，很像哎。所以台湾的念法不算我的本名。对。其实是跟我一样是麦川人，但他是一个美食家，所以我很相信。对，其实他是人称神奈川小台哥。对，这个人称对。看什么熊？もしもし、ヤギちゃん、今平気？嗯，平気。なんで笑ってんの？酔っ払ってないよね？いや、スピーカーにするよ。おお。なんかヤギちゃんは関西の人じゃないけど美食家なのでなんか大阪とか関西付近でおすすめのお店ありますか？すごい急になんで笑ってんねんね本当に酔っ払ってない大丈夫北新地サンド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北新地サンド卵サンド出店みたいな感じで朝までやってると思う朝までやってんだ美味しいよ。マジ？なんか美食家のヤギちゃんが言うんだったら信じれます。ありがとう。忙しいのにごめんね。頑張って。ありがとう。ねなんで笑ってんのずっと。バイバイ。愛你哟。バイバイ。え、他还传给我一个北新地サンド。やばい。美味しそう。柚子沙瓦三明治。我们今天又吃玉子烧，又吃玉子烧。哎，这个也有哎，肉的。哇，看起来厉害哎，好像不错哎。对啊，两个人已经彻底证明他应该真的就是日本人了。因为他今天有很多行为很厉害，比如说带你们去另外一座桥之类的。我跟你讲，固力果桥讲的就是这一条，请看左边那个可以跟固力果在那里。那一台车有一个日本人却在那个桥上，他们在拍哎。好，现在换洋洋拍了，白衣服的。I'm shining like a。耶，那么司机的时候。司机带我们去的，默默带就已经证明是日本人，终于，对，终于相信了，终于相信了，来幕要快三年，终于，对，拍什么？他一想说，我们到底要拍多久？对吗？是吗？耶，是冰的耶，真的后悔才带我卖的，哎，味道不一样的，好像冰的比较甜，是吗？嗯。好，现在我们临时 Q 我们的朋友分享一个他跟他老婆的爱情故事，来送我一个就好。这个球好的，我们在神头里面，真正的神头里面，因为应该一个多月，然后求婚。在一起一个多月就求婚？可这故事有点长。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这故事的。大家在那想，接下来的六天，每天讲一点给我们，所以我们拼成一起剪的。好，那先，那我简单的讲。好，第一张，对，我就直接问他说，要不要嫁给我？他说，其实我那时候是要问他一件事情，他就跟我讲很多他小时候的事情，然后我就想要问他说，你还好吗？结果我竟然讲，你可以嫁给我吗？我丢搞。我觉得我中邪，你知道吗？他吓一跳，但他说不要、啊，因为他说你没有认识很久，可是我那时候脸拉不下来，我就说没关系，你就嫁给我吧。他就直接跟我说你干嘛那么坚持？还好我爸妈生给我一个不错的脑袋。我就说不是因为我坚持，而是因为你值得。没有没有，还有还有。
所以还没在一起的时候就求婚？因为那时候我是去拍。为什么一起？因为他自己去当背包客，然后我是带团队去，然后刚好遇到他，然后我就把我 run 给他，就说哎，我知道背包客有招。需要有人支援，因为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1:50，然后我就给他 round down， 就说有空在附近玩就来一次，然后就有来没来，其实我们一点都没有期待。后来我们就在那教堂见证，因为很浪漫，就在那教堂就直接见证。哇，好好看哦！16，不是16，怎么在这里呀？猫ちゃん、ちょうど猫哎，好漂亮。对不起，年纪多了。哎，我觉得我不要再动了。算了，就这样 OK 了。我是不舒服。开始找生命。Oh, no.